院长，麻烦你们出手，我要那只地穴魔蛛。小跑，没那么容易。院长，它在这里。好个阴险狡猾的东西，再让你跑了，老子就不叫四眼猫鹰。小五，妈妈。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，否则不论你是谁的弟子，那天的大地之王就是你的榜样。唐三以命起誓，此生定不辜负小五。小三，如今地穴魔蛛已无反抗之力，你还是抓紧时间吸收魂环吧。院长说的是。感觉好多了。我一会儿要去冰火两仪眼吸收魂环，有事半功倍之效。在我出来之前，你们不要靠近冰火两仪眼，以免被其气息所伤。小五，不论他的决定是对是错，你都应该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。他对了，你应该为他高兴。妈妈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应该支持他做任何事。小刚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小刚啊，小刚，幸好我现在有了女儿，我现在有些明白你收唐三为徒的心情了，至少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吧。即使你我不能幸福，
但我希望他们能幸福。小刚，你难道就打算一直和二龙这样下去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一句不知道，二龙整整等了你20年，人生又有几个20年可等？虽然你是我兄弟，可我现在真想抽你。其实连我自己都想抽自己，这都是我的错，二龙却在承受着更大的痛苦。小刚，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这样下去你们都要痛苦终生啊。你该知道，除了你以外，二龙心中不可能再装下别的男人。我不应该留在他身边再让他那样痛苦。小刚，你爱不爱二龙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我可以肯定，二龙也一直都是深爱着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两个在精神上就已经在一起了，我可以这么说吧？既然你们在精神上已经相爱了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在精神上结合呢？不需要名分，只需要彼此的认可，你们完全可以做一对精神上的夫妻啊。夫人的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哎，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们彼此结合依旧可以成为夫妻，只是称呼上不变就是了。你们只在精神上恋爱，谁还能说什么闲话呢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至少这样，你们两个都会好受很多。你们只是相亲相爱，又有什么错呢？弗兰德，你这小子为什么不早说？
对，老大，好像要下雨了。怎么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来啊？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久吗？多少个日夜夜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你真的不再逃避，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？阿龙，我发誓，以后再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。虽然我们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，但我一定会爱你到永远。好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什么都行。相信小三吧。谢谢你，小五。
小三，小三。无聊，总有人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冷。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斗罗大陆官方微信会告诉你的。这里除了精美壁纸、限量手办，还有很多秘密等你发现呢。辛苦培养，留在学院中的精英，纳赛的严峻程度会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。还有最后五天，他们绝对比黄豆战队更强大。小怪物们，难道说……哇，好多人！那是什么学院呢？哎，他们是刚从茅坑里爬出来的吗？我们可是要拿冠军的。冠军？癞蛤蟆也想拿冠军？